真的是不简单，这位俄罗斯的女训练员为了训练白鲸，竟然不惜脱光潜入了摄氏负 1.5 度海里头，还靠着瑜伽哦，特殊的冥想呼吸法，一口气待了十多分钟。纯白尖嘴的白鲸是北极圈最重要的资产，也是最受人类欢迎的极地动物之一。在白鲸们正式移居水族馆前，专业人员会先对他们进行训练，让他们更亲近人类。俄罗斯有名36岁女训练员甚至因此跳入摄氏负 1.5 度的极圈海底，就为了跟白鲸博感情。一丝不挂，犹如美人鱼般悠游在两条白鲸之间。女训练员表示，这样做白鲸才不会觉得被泳衣、潜水器材等非自然界的衣物侵犯，肌肤相亲更能增加彼此的亲密度。只不过一般人潜入零度以下海底，5分钟就可能致死，但这位女训练员却靠着瑜伽的冥想呼吸法，一口气潜了10分40秒才上岸，足足是一般人的2倍。看来想和白鲸来个极地共游，还得拥有超强的忍耐力。中天新闻陈秋报道。